我是 Moya， 我平常呢是一位新娘秘书以及 YouTuber。 那我在 YouTube 上有许多发型教学的影片，但是呢受限于 YouTube 上的影片长度以及娱乐性，比较难讲解一些发型照顾的小技巧，因此我才开设这一堂课。我们都知道穿搭以及化妆在日常生活中为外表加分很重要，但是你知道吗，头发很常被人家忽略，它能够更修饰你的轮廓以及为你的气质还有外表的精致度更加分。所以这堂课呢它适合刚出社会的你，这堂课可以为你在上班求职面试的时候有更加得体的发型。那这堂课也适合有社交需求的你，也许你平常工作需要出席各种场合与活动，或者是你下班之后想要换个发型跟你的好姐妹跟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另一半来聚会约会，也许你平常已经会穿搭会化妆了，但是呢你希望在发型上更精进，对发型的阴影更得心应手，那么这堂课也非常适合哦。首先我们会教工具造型品的运用，让你在未来挑选发型工具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不会随意购买到不适合你又浪费钱的产品。第二个我们会教头发的吹整，除了基本的将头发吹柔顺之外，还会针对长发、中长发以及短发各种不同的发型做吹整，那也会针对刘海的部分多加琢磨，也让自己的门面更加好看。我们也会在每堂课针对不同长度讲解适合自己的编发。最后呢我们会讲比较细节的部分，就是有关于发型发色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运用。因为在 YouTube 上的影片片长不能太长，所以在这堂课我会希望多花点篇幅讲解不同场合所适用的发型还有适合搭配的妆容。另外我也会针对比较短发或是中长发的人规划各种发长的吹整还有适合的编发。那再来就是你在一些网络上的短影片所学不到的整套编发技巧，因为我会针对不同的发型把它拆解讲解每个发型其中所使用的工具还有专业整理头发的方式。最后呢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课程，我会系统式的讲解各种不同的技法还有工具教学，延伸出各种发型的变化。头发变化不再只是凭感觉凭印象，而是可以贴近造型师的想法，更有条理的打造出你想要的发型。希望这些内容呢可以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外表以及自信更加的提升，希望在这堂课看到你们咯。